既然你的歌声已经响起，那我就开始表演了。你好，壮士，今天学习军事理论了吗？你怎么最后几下这么肉？别擦！大小姐，哦，呀，一，哇，我的宝啊！他是怎么最后几下舍不给我 A 呢？无所谓，没事，五杀而已，能拿的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？感觉看我这个人就不简单了。大佬在我飞吗？下把我给你打死。看到没？这种淡淡的气息，他的确一般人模仿不出来。